怎么了？你在发抖？别怕，而且我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你这样抱着我，不是应该很清楚吗？不如我们就以十年为期，等这个十年到了，我们再约定下一个十年。而我们的未来虽然有千万种，但我相信我们终将会实现最好的那种。